主席、各位同仁、主委、各位官员、各位好朋友，大家早。我从善如流啊，我请副主委好了。那主委你要听哦，好、哦。那主委就休息一下。哦，哎、主委坐着没关系，好、哎，坐着要听，好、哦。哎，不过你再补充好了，好，好不好？也让我们副主委好好发挥一下。好、哦。那个副主委，你在屏东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屏东，你觉得屏东跟中部地区的客家文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哎，按一下。OK， 在我们的语言分布上，在南部讲四线多，在中部地区就是所谓的大埔腔，还是有点，那腔调不太一样嘛，对不 对？其实光是中部地区的腔调就不一样。哎，是是。因为东势地区哈、哦，你跟苗栗地区，甚至跟这个埔里地区。哦、都不一样，因为以前我认识几个客家同学啊、哦，哎，埔里教我跟东势讲，东势听不太懂，我说奇怪，这个很道地的客家话他们听不懂，原来这个腔调、哦、也还是有点差别。通过我们对中部地区的客家，所以客家文化的保存其实相当重要哈、哦，我们非常认同啊、这个文化一定要保存，不只是客家文化，什么文化都应该保存啊、哦，因为一个文化的一个结果一个结晶啊，其实历经几百年几千年才形成。万一如果说不小心让它流失了、哦、散失掉，他觉得相当可惜。可是我更在乎的就是除了保存之外啊，应该让我们这个族群呢、啊、有更好的发挥、哦、所以这个思维保存跟我们未来有加强它的竞争力，或是说融合各其他族群，能够展现更大的包容力，而且能够有更大的发扬光大，我觉得是更重要。换句话说，要升华啦，文化要升华。如果我们只是汲取营养高啊，保存固有文化，然后呢在整个竞争力上，或者在整个硬体上，在整个软体上没有加强它的竞争力，我觉得不见得是对的哈。所以有些人在建议说，哎呀，赶快来建立一些具有特殊文化的啊一些象征性的建筑，那花了很多钱，好、啊，有些人赞成，有人反对啊。可是其实值得深思哈。像前阵有人讲说啊，那盖个土楼啊。据我所知，土楼并不是客家文化特有的象征哦，好像闽南族群也有。你晓不晓得？我想是在福建地区啊，它的分布的地区当然是以客家地区所过去的居住多，但是在福建地区是有不少的土楼是存在非客家地区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用就像好像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啊，这个就是属于客家，客家跟闽南都很好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不见得说啊，为了客家的呀、啊，好像是什么文化，然后必须赶快要花费很多的经费啦，花很多钱来做象征客家的文化的一些啊、文物哦。我觉得保留很重要，可是坦白讲，我更在乎的是如何让我们各个族群能够啊齐头并进，而且加强它竞争力是更重要啊。我想台湾不可排除的，它就是多元文化、多元族群，但客家文化是这里头非常重要的资产。对对嘛，如果我们只是啊，比如说办个客家文化，然后每次来都是客家人，我坦白讲了。有些时候感觉上好像是自己在取暖而已、啊、如果说你办这个文化可以吸引很多的各个族群啊，闽南族群啊，然后外省族群啊，原住民族群都非常认同，我觉得才是一个特成功的活动，是你不觉得吗？所以我现在讲给你听，也是讲给我们的这个玉珍兄听的啦，就是说要往这个方向来思维、哦、我们保存做得很好，可是怎么发扬光大？譬如说客家小炒很多，我到客家庄去吃很多小炒，非常好吃啊，足济种的呀、啊，对不 对？那如果说我们只是啊，我们几个客家人，我想光是客家人在吃，你们吃久不觉得好吃啊？你要拿出来让闽南人吃，让外省人吃，让各个世界各族人吃，才知道哇，我们的文化在哪里？换句话说啊，要有福同享，哦，所以我不太赞同有些时候为了只是讨好特定族群，然后猛在这个文化上花很多不必要的钱，可是对这个族群来讲，基本上并没有很大的注意。甚至对其他族群，刚刚小红姐可能有点意思，但是你对2300万有什么好的好处呢？甚至你对文化这个不是文化，就是说原住民呢、啊？如果说哎，我们这个地方花了太多钱，对原住民会不会有相对的剥夺感？我们现在哦，很流行这句叫相对剥夺感，你知道意思吗？就是说我们做得很好，没错，其他族群看了会不会就讲难听点，会不会觉得哎呦？啊，你怎么花那么多钱？哦，我们怎么都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好处？所以，副主委心胸要宽阔一点，你知道吗？保留、保存既有文化之外，要走出去，好、哦，让我们这个
客家族群得到更大发挥，而且得到更大认同是比较重要哦。跟委员报告啊，我们通过我们一个非正式的统计，到我们两个国家级的客家文化园区去旅游的，大体上都也能够表现出，不仅是非客家的我们的游客，还有非常多都是由我们全国来的游客。这个东西要加强，你知道我意思吧？是。你像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啊，其实他们的特色保存还是非常好，可是啊，来这边参观、来欣赏的、来鼓掌的、加油，都不是他们原住民啊。你光是靠那几个原住民，你那消费力多少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思维要走出来。我们编了这么多的预算，哦，这个可以代表政府的一个美意，可是我们不要让这种美意啊变成虚指啊，这个很重要哈、哦。但我觉得王黄主也做得非常好，可是我要提醒你们，我很怕到最后会走火入魔啦。说啊，我每次办的就是客家活动，然后所有的经费放在这边，可是对我们其实对整个客家族群的一个进步、未来的竞争力，没有什么增加、加强、帮忙帮助的话，那坦白讲，这预算是可惜的啦哈、哦。包括总统在接见海外客家社团的负责人，啊、哦，曾经讲过说要打造台湾成为世界客家新都哈、哦。我不晓得总统所讲的这世界客家新都是什么意思，是软体呢？是硬体呢？是找一群客家人来住在这里？你晓不晓得总统所谓的世界客家新都的意涵，而跟具体做法？在整个客家族群的一个千年不散呢、啊，我们离而不散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就是我们的语言的保存。再者，我们通过我们对现在台湾呢、啊，我们有两个客家文化园区的一个建设，那么对于营造我们所谓的台湾是客家新都啊，我们做了非常大的一个努力跟贡献。那么未来啊，我们还会在这里持续的投入更多的经费。那么所谓的客家新都啊，在我们刚刚提到，客家本身是一个很在过去的历史发展里头经常迁徙。但是在我们迁徙到台湾的时候，我们却在这里生根，而且在这里发展，我们保存了就环顾全球客家，所以他乡故乡那个他乡变故乡了嘛，是不 是过去是客人，现在就变成主人啦、啊、说不要常常有那种流浪的感觉啊，就是我现在是主人啦、啊、哦，不要有那种感觉，就是悲情的感觉，不需要。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要有阳光面，要有希望面，而且呢要积极进取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也是我们诸位带领我们整个客家委员会啊，我们希望营造一个健康快乐言不忘称诸位，这是对的哈、哦。那还有很多活动啊，我刚才觉得我们常常也会一个思维就变成啊，哦，客家、那客家的活动一定要在客家人比较多的地方办活动，那其实也不见得是对的哦。因为你在客家人比较多的地方办活动很好，表示客家文化，问题是很多其他族群人呢要跑到那个地方去，搞不好他的意愿就比较低啊。所以为什么不能走出去？譬如说我们当然啦、啊、我们就台中市来讲可能是三成人客家人数比较多，可是为什么不能移到市中市区来办呢？移到市区来办可以吸引更多族群人参加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要建议我们客委，就是说不要说哎呀我们在屏东叫六堆啦，在台中就是要东至三成啦，不一定要这样做，偶尔移出来到我们市区来做，这一这样的话人多的话反而更热闹嘛，才能发扬我们客家文化，你说是不是？所以我这样做具体建议嘛，下次不要说每次都办活动一定要在三城走出来，而且呢活动办大一点。跟委员报告，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方向啊。对，但是能够我怕你们哈、哦、就有这个迷失啊，好像说哎呀不行啊，这个客家文化没有在三城办好像被人家骂，你每次这样办呢、啊、坦白讲造成当地政府就觉得啊，那每次都在这么造成我很麻烦呢、啊、哦，我换一下，哎，譬如说东市办一办，偶尔到大理屯区，哎，屯区啊也很多客家人呢、啊、主委你应该知道吧，大理太平那个客家人很多的，不是全部都住在，如果以人数来算哦，大理太平人数可能不会比东市还少哦，因为他们人本来比较可能比例是比较低的，所以总人数就很难讲哦，总是很多的，我想他的意义会不同。对，所以有些时候这个思维哦要稍微灵活一点。是，辉总你的看法呢？是我刚刚说的跟委报告啊，假如我们到都市地区都会地区它的意义不同，对，但是到了客家庄去办，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能够繁荣客庄，希望把人潮带进来、啊、那个办活动光是有些时候三天两天啊要什么繁荣啊，我觉得啊、哦、这个啊、哦、传输那种概念那种文化，或是所谓的我们不叫输出革命来，要输出那种理念才有用嘛，你光是在我们自己地方办，坦白讲那效果是有限的哦，而且会陷入一个死胡同，在那边转不出去。是哦，有些时候尝试一些新的做法，我建议你两者我们应该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啦。是，好不好？哦，我讲给您也是给讲给黄主委听的啦。那就好，那你推荐几样客家小炒？好吃的客家小炒就是一小，哎，这个我知道客家小炒那么多、啊，来个冬瓜风。
哦，对，不错。我觉得大肠姜丝也很好吃，对，大肠姜丝也可以。还有什么呢？对，鱿鱼炒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花生。那炒花生是吧？那怎么算？那叫什么？我不会讲哦。哦，都是客家小炒，都很好吃啊。客家小炒原本就是，我讲不出来，但是我去试了，觉得很好吃啊。我们有四文四炒都可以。你看，想想说，我们这些精锐补助下去，到市中心办的客家小炒，对不对？很平价的卖出，让大家所有各族群能够尝试那个什么，品尝到我们客家小炒那种特别的风味，那就是行销啊。我们未来会把补助到这个地方来，出来补助到这个地方来，让大家有福同享嘛，大家都很高兴，各族群都很高兴啊。那你客家小炒炒给自己客家人吃，吃到最后不好吃变不好吃的、啊，对不对？我想不、啊，我的意思是这样子，你知道是吧？其实我们的客委会的预算可以用在我们客家文化，或是整个不管软体硬体，可是它这个成果要让全民共享，它意义会更大啦、啊。是，你知道我意思吧？不是把、啊、这些钱就是花在我们身上啊，这那不见得是对的。我刚才也跟委员报告，我们客家文化是我们台湾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，它也非常珍贵，也弥足珍惜的。是。谢谢委员的指正。好，那大概就这样子啦。那我也希望哦，那个各地的客家文化不要各自为政，因为我刚讲嘛，那个腔调差别很大。那甚至你用同样是用客家话讲，搞不好讲起来就不一定听得懂哦。因为我认识很多地方的客家人，我知道，那也不需要说为了去腔调，哎，做怎么样一个整合，不需要哦。我们就是把这个，就是让我们客家文化走出去，而且让所有的各族群都能共享，哦啊，共荣，我觉得这是最重要。才不会浪费，才不会枉费啊！不是浪费，才会枉费说我们编那么多预算，然后呢，几年来只是特定的政治人物讨好特定的族群做法，那我觉得这样就枉费，就说政府的苦心，而这些经费，好不好？发扬光大。我们客委会在我们黄主委带领之下，一定好，我知道好了，那是很好的 ending 哈。好，谢谢。